先预热烤箱，材料有白巧克力、无盐奶油、两颗全蛋、两颗蛋黄、普通面粉、白糖、抹茶粉，还有模具。首先加入白巧克力，五秒钟，速度六，完成。加入奶油，三分钟，60度，速度二，煮融巧克力。两颗全蛋，两颗汤黄，白糖，盖上锅盖，一分钟，速度一，搅拌。速度三，完成。把模具擦上奶油，把蛋糕糊包入四个模具。230度，10分钟。